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是傅彦腾，我是柳一恒，让你不出门就可以带你看遍中部所有的不动产、房子、土地啊、嗯，让你有更多的选择，更多的比较。嗯，而且我们都拍得很详细哦。那看之前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。对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那今天在东势，等一下哦。如果你看到有喜欢的话，就是打电话给我们，跟我们约时间，我们就带你来看现场。那我们现在是在东势的那个脚踏车步道。对，就不是松势，是石冈。啊，对，这也是石冈。对，这也是东，这也是石冈。口误，拜托你好不好？这个是东风自行车绿廊。对，东风自行车绿。那现在是已经搬完了。对，傍晚就等一下进去会比较黑一点，因为那个是三合院没有电。我们要介绍的是那个都市计划内的农地加建地，那个建地是三合院。对，那上面有三合院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是那个什么脚踏车步道。嗯，对。然后旁边那个是东势路，旁边这边是东势路。对。嗯。啊，这边呢？这边就是往东势的方向。好。好，那这边是往丰原的方向，对，这边是往丰原的方向。好，那东势那个那边有新盖的那个房子，那边就是那个丰势路，它那边路边新盖的透天好像是2000多万，嗯，那个是店面的、啊，嗯，那我们要介绍这个呢，它建地有155坪，嗯，都市计划内的农地就有1138坪。嗯，很大一片。对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所以当然，租金类听到租金类就知道它应该是价格不菲啊。目前它均价1坪38,000，它其实本来更贵，它本来总金额要5000多万呢，5980,000，它现在大降价，降了1000万。那我们经过这个公园哈、啊，旁边这个路边的这个公园，对，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报告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周遭环境是什么、啊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大马路，这条路叫做什么路？那个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万吨街吗？嘿，对，万吨街。嗯、啊，那我们从这个万吨街左转进去这个巷子里面。巷子这可以会车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轻易就可以会车了。对，好、哦。左边呢是私人的那个农舍，农舍，私人农舍。哎、欸，这边这一带的那个东风绿园道，嗯，你好像也有卖过哎、欸，农舍。有，我们之前有拍过。对，我们最近哦，你是说之前农舍？那个以前啊，很久以前了。那我们附近也有卖其他的产品。有啊，卖蛮多的。有兴趣可以搜寻我的频道啊。对啊，我们、拍很多了。我们尽量都会把东西分类，那个物件分类。出分类啊，没办法分太细。这是农舍哎。嗯。哇塞，豪宅，欧式的建筑哎、欸，这个豪宅，嗯，那我们的哎、欸，还有羊哎、欸，羊妹妹，它这个柏油路是新铺的，它不是只有羊妹妹，我还有听到鸡的声音，鸡啊，这边也有养鸡，哇哦，嗯，好多鸡，嗯，啊还好我们离鸡舍还有一小段。应该是闻不到，它这个养鸡也养几只而已，没有养很多，不是那种大型鸡舍。好，我们看到哈、喔，这个这边，嗯，好，这边农地我们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买的。还有右边，右边也是，还有右边，还有、那個、右边就是那个你说的三合院、啊。对，那这个路是我们的。那左边这个看棒的话，请你们忽略它、啊，虽然是我们公司的。是我们公司的啦，但是亲子名找我们，拜托啊、哦！他被我们的地被这条路破成两半啊啊！这一块比较小一点，这块比较小，这一块比较大，这一块比较大。我们从这边拍过去，老公，这边拍过去一下看一下，
就是这边大概三分之一啦，这边大概有三分之二，包含旁边那个树林也是我们的。嗯、旁边那个树林也是我们的、嗯。我们进去看啊，全部都是平坦的。啊，这一条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路，我们的路，对，啊、我们的私人路。所以其实 就我们这一户而已。基本上，你看我们刚刚是不是从那边走出来，走进来？对，如果你觉得路不够宽哈，自己拓宽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自己的地，拓多宽就拓多宽，这样连接车进来都没问题。其实这个我们有拍过啊，很久了。对，因为那时候5980，吓死人了，降价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是4980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再来拍一次。嗯，旁边那个树林也是我们的啊，因为它，哎。它没有整地啦，所以进不去、哦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哦、155坪的建地，它以前有水有电啦，现在都停掉了，十几年了。哦、因为没有缴。对。没有缴费。对啊，但是它有房屋税及有门牌号。你知道那边？好、哦，这个广场很大。它这个赛谷场很大。这，以前叫做赛谷场啊。哦，好。哎呀、啊，他这边好，这边屋顶好像木头已经有点斜掉了，啊、哦，要再整理过了，嗯，要再重新整理。哎，他有电表，电表拆掉啦，他拆掉了，可以申请回复、啊，可以恢复啊，啊，因为还有门牌号码。对，啊、嗯，那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里面，等一下我开，啊、嗯，我看一下那个古迹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申请古迹。好，走吧，我们进来看，先看一下那个他们的大客厅。哦，我手机不够。这边以前应该是那种森林厅啦。对啊。啊、嗯。来往西厢前进。这叫西厢吗？西边啊。大家看一下。啊、嗯。这里有蜘蛛网哎。蜘蛛网，用脚，用脚。他封起来，他封起来，他用那个吸力抗封起来。哦，好，打不开。那就是先这样子。嗯，那我们走到东厢，看一下以前的这个都会清空，还有家具会清空。好，换这边。好，这边是他以前的厨房。厨房，嗯，以前的旧式的厨房。那个木头都旧了。嗯嗯。他的后院都是杂草啦、啊、嗯，后院都是杂草，这个都要自己清，嗯。好，好我们到那个侧院。看一下屋顶，这个都要整理。都要重新整理了，对，他的水塔，哇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百废待举。嗯。好，这边还有两个房间。这一个大房间、啊、这房间蛮大的、嗯、还可以做阁楼、嗯啊、只是都要整理、嗯啊、对，这个也是还有做装潢了、嗯、它其实高度很高，装潢下去而已、嗯、好，那这边这是以前他们的厕所、啊、他们的厕所、啊、嗯，这都要整理了啦。对，我猜这个是车库。对，这应该是车库，因为大门进来的车库。 好 OK、啊，里面的情况是这样子，155坪。哇，这以前旧式的那个，这也是古董的哎。对啊，这个可以烂掉了。看一下，这还有一个房间，进去看看啊。这是东厢。好。嗯，旧的装潢。嗯。啊，这是中厅。这个旁侧厅，侧面的客厅。如果这前面这个是神明厅吼，这个就可以当客厅。对、嗯，这个杂物也都会清空。好，这是另外一间，最后一个房间，它、啊、这应该是主卧室了。好，哎呀，主卧室， okay、哦，哎，这种超级古老的开关，应该四五十年的旧开关。那旁边树林也是我们的啊，如果你有兴趣哈、哦，可以来跟我要地基图。哦、嗯，对啊，可以，就是来到现场，我们都会给你比较齐全的资料。对啊，好、嗯，那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。
我们再让你回味一下刚刚路况是怎么走的。对。好，那地主为了不让它长草，所以到处撒了除草剂。因为他这个之前除了好几次草，结果还是一直长，一直长，一千多坪不是盖的。路没有问题。然后农地1100多坪。建地155坪。对。那农地是都市计划内的农地。对，可以自由分割。对。都计内的农地是可以自由分割的。那我们的路，我们的地就是被这条柏油路切成两半，好，这边大概占三分之一，这边大概占三分之二这样子。现在就是房子，要整修。对啊，大的整修。那进来这边它是有路灯的，晚上它这边有路灯，然后就在东风路。自行车绿廊旁边而已。对啊，所以休闲生活是没有问题啊。退休生活其实这边就是石冈的市区啊，这边是石冈市区，旁边就是石冈市区啊，就是全联大概几百公尺而已。还有前人木桥，这边是属于前人木桥这边啊，都在几百公尺的范围内，这都非常的近，走路就可以到。这边也有一个新盖的农舍。那应该不是农事，那应该是不合法的，这才是吧？我觉得是制裁事。对，制裁事。它高度好高哦。对啊，两层楼，盖一楼，然后偷偷加成两层楼高，变成二楼，这个是豪宅啊！哇，豪宅，豪宅，独门独院的豪宅，都是豪宅。像这种应该是上亿了，当然啊，这是都市计划内的耶。那我们这一个呢，价钱呢？4980。均价呢？三万八。均价38000，含建地哦，我们是有建地的，你不一定要申请农舍就可以直接改了，现在申请农舍很困难啊。我们去凉亭看看，哪一个凉亭？那边吗？不是，这里，这边有凉亭啊，这边有凉亭。这边出来就可以做做运动，伸懒腰，看别人骑脚踏车，好啦，好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？这里天黑了哦，对，天黑了，看。就如果说你们有喜欢，赶快跟我们接洽。他大降1000万，蛮难得，屋主愿意降1000万的，有点难得啊。所以，他降价也不是因为他缺钱啊。没有，他只是想让更多人来看呐、啊。那至少我们知道他是愿意降价的。然后就有喜欢赶快找我们。不喜欢没关系，我们影片拍了很多，可以赶快点击一下我们的，搜寻我们一下我们的影片内容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物件。不喜欢没关系，一定要订阅哦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之后我们有上新的物件，你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有全中区最多的物件，2000-3000笔以上。那欢迎你来寻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有在找房子的人，我们都会有成交，我们一定都会给大红包。对啊，是真的。我们今天才刚发出去红包而已。对，真的扣掉税。没有，我们还是有贴啦。好对，OK， 这样子喽。我们就是，反正我们一定是尽心尽力的做，充满热情，绝对物超所值。谢谢大家。还有我们的服务是物超所值的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